我相信你们中有很多人已经听说过 DNA 分子，它代表脱氧核糖核酸。我事先把它写出来是为了避免你们痛苦地看我现场拼写它，但是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这是遗传的基本单位，或者说它是把我们所有的遗传信息编码的东西。在这段视频中我想表达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常识，所以那些让我的头发是黑色或让我的眼睛是蓝色的之类的，那都是在我们 DNA 中以某种形式编码的。但是在这段视频里我想体现的是让你们了解一些 DNA 这样的东西，一个分子竟然能编码确定我们是谁，这些信息是如何存储在这种分子中，然后是如何转变成蛋白质的，这些蛋白质组成了我们的酶、器官、脑细胞和其他所有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是张表示 DNA 的计算机图形。我肯定你们中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双螺旋结构，双螺旋结构那就是 DNA 的结构。你们看这里，这就是双螺旋结构，就像你看到的，它们有两条链，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你们看，这是其中一条，然后你会看到像那样交织在一起的另一条，然后它们连接在一起，利用桥一样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并且它们相互缠绕着对方。我想你们应该理解这个概念了，因此双螺旋结构描述了 DNA 分子的结构和它的形状，这引起了各种很有趣的结果。关于遗传是怎么发生的，自然选择和多样性是怎么发生的。实际上将来我希望与你们一起读沃森和克里克关于双螺旋结构的论文，其中谈论了他们的发现。除了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以外，这篇论文最好的地方在于，这篇论文只有一页半的长度，这符合我通常的看法。如果你有一些好的东西要说，那它不应该花费你很长的时间去说。说了这么多，让我们来想一下，这是怎么形成那些构成我们人体的蛋白质和其他东西的？这是我之前展示给你们的那幅图的放大版本。这是每一条螺旋，这是紫红色的这边，如果你展开这个螺旋，现在是缠绕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展开这个螺旋，一边可能是螺旋中的这条紫红色的，另一边是绿色的那，对吗？如果你再次缠绕它们，就回到了上面这幅图。这些你们在图片中看到的双螺旋结构中的桥是这边的连接部分，这些是桥。能让我们编码信息的是组成这些桥的不同分子片段，组成 DNA 的四种不同的分子是线嘌呤，我把它写在这里。我是从维基百科上查到所有这些知识，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信息，我鼓励你们去那里。线嘌呤在上面这里，这是线嘌呤的分子结构，它连接着这边的糖、核糖。我不打算具体讲脱氧核糖，这是磷酸基，糖和磷酸基这些东西组成了 DNA 的主干。我不准备具体讲它的微生物结构，因为这对直观的理解 DNA 是怎么组成我们的不是很重要。沿着这个主干，这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会讨论它。它们有不同的方向，被称为逆平行线，因为它们标记了终端。我不想细说这个，重要的是这里这些碱基有线嘌呤和胸腺嘧啶配对。你们可以在这边看到，如果这里有一个线嘌呤分子，一个线嘌呤基，它和胸腺嘧啶配对，这称之为碱基对。线嘌呤和胸腺嘧啶互相配对，如果有胸腺嘧啶，它将和腺嘧啶配对，鸟嘌呤和胞嘧啶配对。你需要知道这些名字，因为如果你参加任何关于 DNA 和碱基对的讨论，这些几乎是预备知识。但是这些分子的名字
它们的构成还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四种碱基本质上它们的编码信息，因此你可以用一种简化的方式看这些。你可以把它看成一般由这四种碱基组成的链，有腺嘌呤、胞嘧啶、鸟嘌呤。这是一个鸟嘌呤，用紫色表示。它还有一个不是胸腺嘧啶，是鸟嘌呤，因此有一个紫色的胸腺嘧啶和一个蓝色的鸟嘌呤，因此这一股组成了 ACTG。 如果需要编码另一边的那股，你可以立即写出，我甚至都不需要看这边，我可以看这一边，然后写出腺嘌呤和胸腺嘧啶配对，胞嘧啶和鸟嘌呤配对，胸腺嘧啶和腺嘧啶配对，鸟嘌呤和胞嘧啶配对，它们是互补的两股。如果你思考一下，这实际上是编码了一种东西，如果有其中一个，就有了另一个的所有信息。在我们的 DNA 中，在人类的 DNA 中，你可能会说，嘿，我是怎么由这些小串分子组成的，那些是怎么组成我的，这是怎么组成这个复杂生物体的。简单的答案是，你有染色体组，它有30亿对这种碱基对。这实际上只是你染色体数目的一半。我会在这段视频或是将来的视频里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只考虑染色体数目的一半。那是因为在本质上，染色体都是成对的，我会再详细的讨论它。看到这些数目，一些人或许会说，描述我是谁只用了30亿对碱基，对吗？一些人或许会说，哇，描述我是谁用了30亿对碱基，对呢？我从来不觉得我原来那么复杂。因此这取决于你的观点，这是一个大数目，也可以是一个小数目。当有这30亿对碱基对时，实际上你就编码所有信息，在这个例子中就确定了人类。实际上很多灵长类动物不像人类那样有这么多不同的碱基对，蛔虫和果蝇这样的生物也惊人地拥有很大部分的人类碱基对。或许我会做另一段视频详细介绍比较生物学，这些碱基对是如何构成蛋白质的呢？我是说，这些就足够了，这就是信息。你可以把它们看成是计算机语言中的0和1，二进制。但是实际上，它们不只是0和1，因为它们有四种不同的值，可以在 A、T、C、G 中取值。因此，你可以把它们看成是0、1、2、3。我现在不准备详细说那个方面。这些是怎么编码信息的呢？ DNA 实际上描述了转录的过程。我打算把它做一些粗糙的简化，但是我认为它可以让你们理解编码蛋白质的要点，转录的过程发生了什么。这两条链条分开了其中的一条，让我来取出其中一条，比如它看起来像这样。我会用一种颜色画它，假设就是 ATGJACG， 我在编造物质 TA， 假设这就是那条分开的链发生了转录的过程。我不是说它本身有一系列的酶、蛋白质和一系列化学反应要发生，但是 DNA 本质上转录了一条互补的 mRNA。 我来介绍 RNA，这本质上是相同的东西。 RNA 是核糖核酸，字面上来看少了脱氧，因此你可以说它脱氧了。但是核糖核酸但是和 DNA 脱氧核糖核酸很像，它以相同的方式编码，唯一的区别是它有一种叫做尿嘧啶的东西取代了胸腺嘧啶。因此你希望有胸腺嘧啶的地方，你希望有 T 的地方，你会看到一个 U。 比如这是个 DNA 链，那么 RNA 一个 mRNA 在一个 RNA 信息链中会被构成与这个 DNA 链互补。
因此会构成，让我想想，有个 A 在讨论 DNA 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胸腺嘧啶，但是现在我们在讨论 RNA， 因此会变成一个尿嘧啶，然后是腺嘌呤、胞嘧啶、胞嘧啶、尿嘧啶，然后我们有鸟嘌呤，然后我们有鸟嘌呤、胞嘧啶、腺嘌呤，然后是尿嘧啶，因此这里是那个 mRNA 链，所有这些在你的细胞核里发生。我将在未来做关于我们细胞结构的一系列视频，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人知道我们的细胞，我会在将来更多的讨论真核的和原核的生物，但是最复杂的生物有一个细胞核，里面有包括着我们 DNA 的所有的染色体，然后这条 mRNA 与那条被转录的 DNA 分离了，然后离开了细胞核，进入了叫做核糖体的结构。我会将之简化一些，在核糖体里，这些 mRNA 被翻译为蛋白质。我画一下，比如这是 mRNA， 是由这条 DNA 转录来的。让我来擦掉 DNA， 我擦掉了 DNA， 这是 mRNA。我们能够从 DNA 转录而来，还有其他叫做 tRNA 或是转运 RNA 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这是很有趣的部分。你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我们所有的部分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这些蛋白质的组成部分是氨基酸。对于你们中喜欢减肥的人来说，我肯定你们见过氨基酸补品之类东西的广告。他们讨论氨基酸的原因是，它们是蛋白质的组成部分。我儿子对乳蛋白过敏，所以我们只能给它吃纯氨基酸的代乳品，这是乳蛋白分解后的东西。因此如果你观察蛋白质，它实际上就是一条氨基酸链，通常它是一条相当长的链。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研究一些蛋白质结构，现在只是给你们一个概念。这是一条很长的氨基酸链，实际上有20种不同的氨基酸，20种不同的氨基酸几乎构成了我们所有的蛋白质。让我来写一下20种氨基酸。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这些东西是如何编码20种不同氨基酸的？在这里只能有4种不同的东西。你需要回顾一下组合学。如果你想不起概率与组合的内容，好吧，我们说每个鸡只有4种选择，这儿只能有4种不同的鸡，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尿嘧啶或者是胸腺嘧啶，这取决于我们在讨论 DNA 还是 RNA。 但是我们怎么增加组合数呢？如果我们包含其中的两种，只算两个鸡，那我们可以有多少种组合呢？这边有4种可能，这边也有4种可能，因此一共有16种可能。但这还不够，还不足以编码20种氨基酸的一种。比如这个能编码5号氨基酸，我们会更多的讨论它们确切的名称。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用3个鸡，3个鸡实际上就有4×4×4种可能，因此它们一共可以编码64种不同的东西，它们可以有64种组合或是排列，比如这里的 UAC。 因此如果有3个鸡，我们就可以编码一种氨基酸，实际上这是过量的，因为有64种组合而只有20种氨基酸，因此对于不同的氨基酸有很多多余的组合。比如这不是真实的编码，可能是 UAC， 我应该查一下的。这编码了1号氨基酸，如果这是 AAU， 那么这编码了2号氨基酸。我想你们已经理解了。如果是 GGG， 那么这编码了10号氨基酸。这些信使 RNA、mRNA 离开细胞核以后会发生什么呢？它进入了核糖体，在核糖体里，我们过一会儿再看这个图。在核糖体里，让我用相同的 mRNA 分子表示，它们比我展示的这些要长得多，
这只是一个 mRNA 分子的一部分。我取出了 mRNA 分子，它们所做的是，它们扮演了 tRNA 分子的模板。tRNA 分子是这些接附在，它们就像氨基酸的卡车。假设这里有一些氨基酸，这里有一些像这样的氨基酸，有一些像那样的氨基酸，它们将接附在 tRNA 分子上。假设这个 tRNA 分子上有一个氨基酸被接附在一个 tRNA 分子上，上面有编码了 A。 让我用深一些的颜色表示，它有密码子 AUG。这边的有密码子，我来选一个。假设是 JAC， 那么会发生什么？核糖体里的情形很复杂，但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很复杂。这个 tRNA 想接附到 mRNA 的这个部分上，为什么？因为腺嘌呤和尿嘧啶配对，尿嘧啶和腺嘌呤配对，尿嘌呤和胞嘧啶配对，因此正好可以接附上，它会紧邻着这个东西。我可能应该，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旋转它，但是它会接附到这个 mRNA 分子上。这边的是 tRNA， 这个是 mRNA。 这些名字没有关系，我只是想给你蛋白质形成的总体情况。这是一个氨基酸分子，我不知道，假设这个是1号氨基酸、5号氨基酸、20号氨基酸，这个东西将接附到那里，尿嘌呤和胞嘧啶连接在一起。如果你看过化学的视频，这些实际上是碱基对之间的氢键，腺嘌呤和尿嘧啶匹配。一旦所有的都接附好了，让我来画一下。我可以在这边画，这是我的 mRNA 分子，我不准备具体画它。 tRNA 会接附上，紧邻着它，然后它们都有了负载，对吗？第一个在这里有一个氨基酸负载，第二个在这里有一个氨基酸负载，等等。这过程会进行下去，这里可能有另一个绿色的氨基酸，它们实际上没有颜色，我只是为了简化，就像这样，然后这些氨基酸彼此连在了一起。当它们像这样紧邻着彼此时，这不是只依靠它们自身完成的，核糖体也发挥了作用，酶也促进了这个过程。但是一旦这些东西连在了一起， tRNA 就脱离了，然后就得到了氨基酸链，然后氨基酸链开始弯曲。这很吸引人，人们花费毕生精力研究蛋白质折叠，这实际上导致了它们的结构特性。这不是氨基酸链，更重要的是这些氨基酸是怎么折叠的。一旦你折叠了它们，它们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形状。这基于在这非常精巧的三维结构中，哪些氨基酸和哪些氨基酸相连。我从维基百科上下载了一些氨基酸的图片，可以把这个和 DNA 联系在一起。这个是胰岛素，这是我们身体里处理葡萄糖的关键。这个是胰岛素，它是一种激素。有时你会听见人们谈论免疫系统，有时你会听见人们谈论内分泌激素，有时候是消化系统。这是血红蛋白，它本质上在我们血液中传送氧气。所有这些都是蛋白质，所有这些你们看到的小小的折叠，这些都是，我是说它们只是一团氨基酸，它们中的一些是氨基酸多链，它们像一个迷宫一样缠绕在一起，但是一些只是氨基酸单链。对于胰岛素而言，它有50个氨基酸，一旦链形成，它们就捆在一起，形成它们看到的一圆块。但是小圆块的形状在我们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忘了确切的数字，这个大约含有50个氨基酸。
这边的免疫球蛋白 G。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大约有1500个氨基酸。需要多少 DNA 或者多少碱基对来编码这些呢？大概是三倍，对吗？因为需要有三个碱基对编码一个氨基酸。实际上，三个碱基对被称之为密码子，因为它编码氨基酸。因此，三个碱基对构成一个密码子。如果50个氨基酸构成胰岛素，那意味着有50个密码子，意味着有150个基，150个这种 A、G、T。如果有1500个氨基酸，意味着有1500个密码子，意味着有4500个碱基对，它进行了编码。有一些概念比较混淆。这边是最小级别的 DNA， 这是 RNA。我将在那边指出来，这是最小级别的 DNA， 在这一层次上信息进行编码。但是，这是怎么和基因、染色体和在其他情况会说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呢？假设有150个碱基对编码了胰岛素，这些构成了一个基因。这4500个碱基对构成了另一个基因，并不是所有的基因都形成蛋白质，但是所有蛋白质都是由基因形成的。假设我有一串，我来画另一个 AG 等等，然后有个 T， 然后是 C， 然后是 C。 假设有4500个这种的，这样可以编码蛋白质。这些可以编码蛋白质，或者它们也会在其他的控制功能，控制哪一部分 DNA， 需要或者不需要编码， DNA 有什么行为，然后就变得非常非常复杂。这一部分 DNA 片段被我们称作一个基因，基因可以存在于很多地方，从几百个碱基对到几千个。这种碱基对基因是我们染色体的一部分，编码了特定的蛋白质或者有特定的功能，有不同种类的基因，这是一个粗略的简化。假设这是个胰岛素的基因，在胰岛素编码中可能稍微有些变种。我有点超出我的讲授范围了，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也许我不应该具体讲胰岛素，但是也许蛋白质编码有很多种形式。也许这边不是一个 T， 有时候这边是一个 C， 但是这仍旧编码了同一个蛋白质。这还不足以改变蛋白质，但是蛋白质会表现的稍微有一些不同。这只是个小变体，我将用这个单词。每个基因的变体被称为是一个等位基因，是基因的一个特定的变体。如果你考虑一条 DNA 链，这边的这条链，让我们来看，这是一个碱基对，这可能是一个基，这是另一个基，也许这是一个腺嘌呤，这是一个胸腺嘧啶。那边绿色的那个，这是一个腺嘌呤，这是一个胸腺嘧啶。如果这边的是鸟嘌呤，那么那边的是胞嘧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如果我放大它，假设有一个长的 DNA 链，我在画的每个小点都是碱基对，也许这一部分编码了一号基因，这边是一些干扰或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的东西。我想说的清楚些，只是对 DNA 做一个简单的讨论。我们已经接近了已知和未知的边缘，因为 DNA 是非常复杂的，所有这些反馈结构，特定的基因控制一些基因的编码，并且不去为其他基因编码，或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编码，这都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有很大一部分 DNA， 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们具体是干什么，但是也许这边有另一部分，
编码了二号基因，也许二号基因稍微长一些，也许有1000个碱基对。当得到这些以后，它们会自己缠绕起来，就像这样。让我来画一下。它将像这样自身缠绕起来，这是很疯狂的事情。记住，它完全把自己捆了起来，然后就看起来像这样，然后就得到了染色体。你只需要知道，相比碱基对而言，染色体是多么巨大。人类染色体组中的一号染色体，我们有23对染色体。如果在细胞核里看它，假设这是细胞核，假设这是细胞，按照细胞和细胞核的比例，细胞要比我画的大得多。我们有23对染色体，但是我不会全画。实际上，用一个不太贵的显微镜就能看到染色体，因此就到了肉眼可以看到的尺寸。最大的染色体是人类染色体组中的一号染色体。我只是想给你们一个概念，染色体可能承载多少信息。这里边有2.2亿对碱基对。有时候人们讨论时将染色体、遗传学、基因、碱基对交换了概念，但是明白尺寸重要。这些染色体是非常长的 DNA 链，都是被配置好然后缠绕起来的，它含有 2.2 亿碱基对，因此真正编码信息的单元和染色体是难以置信的小。现在我们了解了一些，我想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因为这在我脑海盘旋。如果把这些氨基酸组合起来，就能形成非常精巧的高级的结构。我们仍然完全理解它们是如何互相作用的，是如何控制我们的生理过程工作的。更惊人的是，我在这段视频里讨论的 DNA、mRNA、tRNA 和这些分子，对我们星球上的所有生命来说都是通用的，我们都共享相同的机制。我和这个植物关系很远，但是我们有着相同的根基，我们都有 DNA。 尽管我和我不喜欢与之同处一室的蟑螂非常不一样，我们都有着相同的 DNA 的根基，它们以相同的方式编码蛋白质。所有生物之间都有这个共性，那个对于我来说是动人心弦的。更动人心弦的是，这些不同的复杂形状是如何由 DNA 形成的。这不是推测，这是观察到的形，这是一个迷人的结构。但是仅仅基于20种氨基酸，你几乎可以把氨基酸作为积木，把这些积木堆起来，这些化学反应形成了这些相当动人的结构。现在我们了解了一些 DNA 的知识和它们是如何编码蛋白质，我们可以返回去讨论变异是如何引入到一个群体中的。